从昨天开始，在疾管局的定义里面，只要是从大陆回来的肺炎，我们都要高度怀疑是武汉肺炎，都会做一个适度的处置跟隔离的措施。因为我们新竹马街是以 SARS 的规格，以高规格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感染疾病的问题。这个病人来讲，他说住院以后，他的状况都非常稳定，而且甚至今天早上有他的症状已经有明显的改善。那基于这一次来讲，会不会造成各位的一个恐慌跟媒体的一个紧张，民众的紧张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新竹马街是以 SARS 的规格，以高规格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感染疾病的问题。从昨天开始，在疾管局的定义里面，只要是从大陆回来的肺炎，我们都要高度怀疑是武汉肺炎，都会做一个适度的处置跟隔离的措施。基本上他有旅游史，那又有肺炎，所以基于这种情形下，在流行病学的定义上面，我们就把它定义为通报为武汉肺炎，所以先受制在负压隔离病房里面受制。现在目前为止，并且稳定中，有一例已经确实住在负压隔离病房，另外一例我们正在review他的一个病例。有关这一方面确定的一个结果，我想还是要由疾管局、CDC 来确定他的一个结果。